炸裂吧。哎，暖男来了啊！大家看一下，哇，暖男，这个是可以吃的，这个是可以吃的。来，分一下，这个可以两个人。两个人。对，那边还有，那边还在穿呢。等一下，来，给我来俩。来，下一组。李小璐、啊、李小璐、王源，来。店长组合哦，我们要把景甜也请上来，因为这里面很多问题都是要求你来提问。对，好，来了，来，掌声有请。景甜问王源，他们看不见我。你打算几岁谈恋爱呢 ？Fall in love 。那圆圆喜欢的类型是什么样的呢？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呢？对。虽然现在我接触不到什么女生，就是平时工作生活，但是我设想的话可能就细节，比如说对家人特别好，平时的一些细节表现，耳朵都红了，从可以看到，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是否善良，这样好棒。来为圆圆打 call。 倒数第二的是谁来的？ A 栋。 A 栋是景甜。B 栋倒数第二是谁来的？邱老师，甜甜你先说吧。我做了一个，因为我平时不是一个特别细心的女孩，但是这两本影集确实是花了心思啊。所有人的照片都有，然后在不同人的手机上啊，然后网上能流出来的所有照片，整个青春旅社。我觉得一会儿走出这个门就回不来了。对，从我走出这个门那时候，就青春旅社是我的。我在青春旅社的那个一段旅途就结束了。没事，我不会哭，我很坚强，我是一个刚的 boy。 然后走出门的时候就结束了，然后以后也不会再有，但是他会在我心里面，然后如果有时候回想起来的话，会由衷的感到开心，很感谢大家，然后很感谢旅社。没什么说的，就是挺舍不得的。啊，我果然没有哭，是一个刚的 boy。 太阳西下，倦鸟已归时，不折腾，不折腾，我帮你拿，不折腾。我爸去我们店里看一看吧。哇，好厉害！李小璐，真叫酷。